狗狗会做梦吗？狗狗会做梦。狗狗和我们人类拥有相似的睡眠，所以狗狗在睡觉过程中会像我们人类一样做梦和惊醒。一般小体型的狗做梦更多。狗狗做梦可能会梦到在室外玩耍或者吃饭等。如果在狗狗睡觉的时候看到它眼球一直转动，发出细小的哼哼唧唧的声音，则说明它正在做梦中。此时就不要发出太大声响打扰它，让它好好休息。